黑衣舰队很快就会歼灭他们。大当头，黑衣舰队的锁天剑阵绝无活口，我们还要监督什么？大内密探。听说护龙山庄的大内密探身份极度神秘，不但尽得提胆申侯真传，而且都到了中原以外的地方秘密修炼武功。可是只有他们三个人，他们能干出什么来呢？都主现在掌管东长与锦衣卫两大力量，还怕什么铁胆神猴？我不是怕，我是想让这三个神秘的大内密探现身，如果杀了他们，把尸首带回去给曹都主看，肯定会有大大的赏赐。陈大哥，我们逃也逃不掉了，你们带着夫人先走，我们殿后血肉之躯如何可挡锁天剑阵？挡住一刻是一刻。走。宣大人手下求见铁胆神猴，带来杨大人的口讯。杨大人昨日已在午门斩首，何来口讯？杨大人惨被东厂曹正淳所害，有遗言留下，我两日内累死了四匹快马才赶到的。神猴不见客，此事十万火急，请求通传。杨大人忠肝义胆，惨死于奸人手下，他有遗言送来，诸无事定当聆听，请这位将军进来。指姜文泰叩见神侯。曹正淳已掌管了东厂和锦衣卫，也封了皇上的沿路。本王纵是皇族，但是要见皇上一面也是难上加难。我知道杨大人被诬陷，待要营救，但是已经太迟了。杨大人就是向皇上上了一封简书密函，被曹正淳截了下来。燕贼曹正淳就诬陷杨大人是通番卖国，严刑拷打。当日刑场上斩首之时，其实杨大人已经气断生绝了。我不会让杨大人白死的。当今天下能与曹正淳作对的只有护龙山庄的神侯您和您手下的大内密探，求神侯为大人报仇。这就是杨大人留下的血书。主无事，让我请你去和杨宇轩作伴。损星掌果然不是姜文泰，是曹正淳的人。有预防，护龙山庄最厉害的不是武功，而是情报和谋略。各司各部各处守军都尉以上官员，我这里都有宗眷。
曹正淳太低估我了，杨大人与我私交甚厚，我早知他已遇害，曹正淳定会找机会杀我。好你个老狐狸，杨大人的兵符是曹正淳一直想要拿的，但是他套了杨大人的家也找不到，是因为兵符已在路上送往边疆给杨大人的手下周将军。督主早就派人去捉拿杨玉轩的儿女了。曹贼想到的是我铁胆神猴会想不到。他们应该到了。将目标包围住，下令歼灭，一个不留。下第一庄正实二位名士资格，他们可在万三千官人旗下所有的生意免费享用一切。其中不会有天下第一的大力士吧？爷爷，您天下第一大力士的头衔在这儿已经有9年了，每年的挑战者都失败，这大家也都知道，可是今年您要交出金牌了。谁的力气比我大？就是后边这位姑娘，她叫共工。古代的巨人，一头撞塌不了舟山，你今天倒踏出个共工。我爹在我7岁的时候对我一手举过了头顶，才给我起了这个名字。你试试把我一手举上头顶。考核的时候我举的是6个人，可以再试一次。
留步。好人，哎，等等，我没本事赢他。秦爷何必这么生气呢？共工是我们天下第一庄的新成员，不过他不是天下第一大力士。他是天下第一幻术师。哦，哎呀，果然另有玄机呀！参见庄主。上官公子，管事说有两个人上榜，现在只有一个，余下一人。白公子，正是这个人要挑战你天下第一君子之位，海棠正想和你商量这件事。白无暇相亲名利，这个虚名谁爱谁拿去。不行，天下第一庄选人向来很严格，还请白兄和在下到内堂商议一下。白无暇自当从命，上官公子请。请。好幻术，大家交个朋友吧。人呢？我没有杀他，死不了的。天下第一庄地方虽大，我也曾到过八九，还真的未曾踏足过上官公子这清幽的后院。我把这叫做知鱼兰，庄子与惠子两个的说法，我还是同意惠子的。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正好像我不是白兄，我又怎么能知道白兄在想些什么呢？上官公子真是有意思。杨宇轩大人已经遇害了，你可有耳闻？哎，忠臣义士都被曹正淳这个燕贼排挤诬害，这天下真的是正道难存了。听说你和杨大人私交甚密。上官公子如果怕天下第一庄因此受牵连，白某这就离去。这倒不用了，我天下第一庄岂是等闲之辈，而且有万三千万大人鼎力支持，我想曹正淳他不敢惹我。那上官公子的意思是？我有两位朋友想和白兄聊聊天。这两位是？大内密探天子第一号和弟子第一号。有何见教？请问这是你的笔记？像倒是像，不过这不是我的手笔。哼，你一生发表的和没发表的书信有3288份，我们手上有2948份，每一份的笔记都和这封密函一模一样，笔记专家鉴定绝无差错。这是我们从东厂偷出来的，你跟杨大人是结拜兄弟，可出卖他的也是你。饶命，饶命，给我一次机会吧。好一个天下第一君子，为了自己的名利出卖自己的结拜兄弟，一刀你看怎么处置？杀。真对不起白公子，忘了告诉你，本庄主是大内密探玄字第一号。还好你手下有天下第一神偷，不然这封信真的很难到手。这封信根本就没到手，神偷已经被曹正淳杀了，是我请天下第一假冒高手写的，不过是他白无暇心虚，没有看清楚信就自己认了。这么说该叫你天下第一老千才对。打死你，我打死你。别打了，打死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生了你这么个白痴儿子，成天在外面偷东西吃，还给我添麻烦。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哎呀，行了，算了吧，你这儿子不生也生下来了，不养也养这么大了，你把他打死了还要自己填命啊？没有，我哪有他，我不能杀了他。哎，要杀他？你问过你的十月怀胎的老婆吗？她同意你这样做吗？这也是她的儿子呀。我老婆死了10多年了，我到哪儿去找她呀？
你用心的想一想，生了儿子不是就算了，除了要养之外还要教育。如果你能好好的教育他，他还能出来偷东西吗？是不是孩子啊？啊，婆婆，他好毒啊，他经常打人，有鸡吃的时候他吃鸡腿，让我吃鸡屁股。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老兄，你还是算了吧，儿子吃了什么由我们付算了，回家给他弄点鸡腿，他就不会出来偷东西吃了。是啊。听婆婆的，婆婆给你钱啊，你拿了钱之后啊，就跟你爹回家，乖，不能再偷东西了啊。多谢婆婆。你还不会走？走你真是走你走走走走走走走，还拧，疼不疼啊你？那么多钱包都在我这里，那么多钱呀、啊？哎，我这更多。刚才那么多娘们围着你，占了不少便宜吧？哎，最年轻的也比我妈还老的，哪有便宜可占？下次你扮傻儿子，让我来打你。哎呀，趁现在有运气，我到赌坊去赌两把啊！哎，等一等，啊，这个钱包是刚才那个婆婆赏给我的，她刚压了棉被10文钱，还给了我2文。哎呀，天下可怜人多着呢。不行，我要还给她。哎，你真是白痴啊你！我就还给他一个人，你在里边等着我。程世飞，哎呦，你要自找麻烦，我也管不了你。我去赌坊去。有钱呐，钱没有了。我的钱没有了。我们的钱包也不见了。是啊，一定就是刚才那对父子，对，一定是他们。我那8文钱是给我老头子买药的，没有了那钱，我老头子就死定了。我的天哪，我怎么办呢？哎呦，我的天！钱，钱包回来了。这哪儿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人一定就在附近，大家给我找！找！我发现了，我打死他！还想谁呢？玩儿走！哪儿啊？肯定就在附近。他给跑了！偷钱，给我打！你没受伤吗？还好我没低估了曹正淳派来的人，他的碎心掌原来已经练到10足火候，让我一刀杀了曹正淳不就了事了吗？别太自信，曹正淳练了童子功50年，刀枪不入，赵门在哪里都无人知道，连我也没有把握可以杀他。可是他越来越猖獗了，他不但掌控东厂、锦衣卫，又在朝中巧立名目，设立多司、多部、多局，他是在为自己扩充势力。他的力量很快就会掌握整个朝廷，到时候要造反就易如反掌了。义父，难道皇上一点都没有察觉吗？天涯，还是你细心。当年先皇为怕皇上年少被欺，但我丹书铁券、尚方宝剑、
成立护龙山庄，就是要制衡宦官势力。但是皇上比我想的要聪明得多，他不但要用我来制衡曹正淳，同时也用曹正淳制衡我。皇上要用曹正淳来制衡义父？曹正淳是太监，跋扈到极点，大不了也只能挟天子以令诸侯。我跟他不同，我本姓朱，是皇上的叔父，万一我造反，就会威胁到皇上的地位。皇上竟然怀疑我们的忠诚，太过分了。这就是政治，他贵为天子，一定要平衡各方势力，不能让任何一方太强或者太弱，这样他的位子才能坐得安稳。这么说，我们所有人都只不过是皇上的棋子罢了。这才是为人臣者最难的地方，既要尽忠，同时又要自保，不想让自己成为皇上牺牲给对方的一颗棋子。所以义父明知道曹正淳一直在扩张势力，残害忠良，但是义父也只是被动的，见一个才救一个。我是在等他触动皇上的底线。什么是皇上的底线？只有皇上自己才知道，但只要一被碰到，皇上一定马上借我的手杀曹正淳。那如果我们触动了皇上的底线，皇上也一样会借曹正淳的手杀了我们。你讲得不错，这样做事实在太束手束脚了。政治讲究平衡和忍耐，绝对不是什么痛快的事，要花很长的时间去等候，然后才会开花结果。就像我培养你们一样，足足花了20多年，你们才符合我大内密探的要求。我们明白义父的苦心，现在我们只能尽力多收集情报，打击曹正淳的阴谋。同时，我希望你们两个尽力去物色另外一个皇子第一号。我需要有4名大内密探才足够我调配。我在天下第一庄已经留意好久了，可是都没有结果。那只是说我们需要更多的耐心。你们3个是我在4000名孤儿当中挑选出来的，前后12年，找到天涯之后整整7年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选，那我还是坚持下去，最后才找到你跟一刀。要胜利，绝不能只争朝夕，一定要能够忍耐坚持，这样成功才会属于你们。是是，义父。好心没好报，一看就知道我是好人，一拳拳打过来我疼不疼呢？说过了打人不打脸的，我是靓仔来的，靠的就是这张脸找吃的。哎，张老三。哎呦，怎么了？挨揍了吧？我让你别去嘛。我良心舒服嘛。哎，怎么样，赢了输了？赢了一点点。我想啊，出去给我老婆买根蹦头簪逗她玩玩，怎么样？陪我一起去吧。买女人的东西，我在这儿等着你，你自己去吧。那你一定要等我回来。好好，速去速回。哎，小老板。哎，我儿子在这里，你可要好好的招待呀。我一会儿就回来。啊，这么晚了啊。哎，张老三呢？啊，我还要问你呢。鬼知道。他输了50两银子，说出去筹钱马上回来，他把儿子搁在这里做抵押。我不是他儿子。我放你走，我是你孙子。去哪里啊？啊，你为什么把我放在坛子里面啊？啊，这里面多难受啊，还不如把我放了吧，大哥啊。你还是省口气吧，我们已经替你找了一个好去处，帮你一生吃住不愁，而且可以相伴金枝玉叶，
日系跟美女同住一个屋檐下。哪有这样的便宜事啊，我老爸教过我便宜莫贪，还是大哥你先去好了。现在好像还轮不到你来挑吧，你就认命吧。站住，来者何人？给孙公公送人来了，进去吧。老实点。老怪物，好久没和你喝酒了，我带了两瓶酒来。嗯。喂，喂，贾生好啊，你带我去啊。喂，喂，别晃，哎。别晃，再晃我要吐了，把我放下好不好？停下。喂喂喂，别靠近啊，别靠近。我瞧瞧。奶奶。嗯。不错不错。叔叔叔叔，抬我进来的那两个人呢，不代表我的个人立场，不如你先放我回去，我明天带我的经理人来给你一个好的档期，到时候做什么都没有关系，最多的话呢，我可以给你一个五折优惠。我付了50两银子了，你现在是我的。你是？我是孙公公啊。公公，谁是你外孙呐？哎呀，我是宫里的孙公公，专管新人的。谁是新人啊？啊，管你呀，我的好孩子。我们有什么误会啊？每一个进来的人都这么说的。你要多少钱？我出去都搞一个筹报活动来还给你。每一个进来的人都这么说的。我不要做太监吗？哼。每一个进来的人都这么说的。这样我讲什么都没意思了。救命啊，救命啊。怎么了？连塞嘴巴的布都用完了吗？对不起孙公公，确实是没有了，连你的内裤也用上了。小子，你就克服克服吧。来啊，先把他抬进去，让他参观参观，然后关到囚室里。是。啊，为什么这里这么热呀？他们都是刚净了身的人，宝贝都被拿走了。这个时候一点风寒都不能受，要是受点风寒啊，神仙都救不了，都没有人生乐趣了，不死都没有用了。哎，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插根羽毛。羽毛插在尿管里，3天之后拔掉羽毛，要是尿得出的话就没事了，要是尿不出的话就是神仙也救不了喽。哇，我不要插羽毛。别冲动，别这么大力气好不好？别，哎，别，哎，别锁住，别锁住啊，别锁住好不好？
哎，开门呐，开门呐，别把我关在这里，快开门，谁不开门谁就会断子绝孙，死定了。哈哈，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你不是要出去吗？出去啊。误会，这是误会。那叫我们来开门干什么？啊，没，我是想吸最后一口自由的空气呀。啊，贱人，关门也不先通知我一声，撞得我鼻子都流血了。想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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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长羽毛啊！想办法，想办法，想办法，想办法。冷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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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想到好的办法。冷静。静，静，静。啊！我现在好冷静啊。冷静的想睡觉啊。难得忙里偷闲和你在这里喝酒，我真的很高兴。你真是很乐观。难道要像一刀那样绷着脸做人吗？那我可不干。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帮义父找到皇子第一号？有什么好心急的？义父不是说了吗？我们不能只争朝夕，只有能忍和有耐心的人，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你终于会笑了，自从你从东营回来就没见你笑过，你笑起来还有点像小孩子呢。很多年前也有人这么说过我。大哥。啊，哦，啊，你曾经在东营住过三年，一定见过下雪了。听人说东营下雪很漂亮的，是不是还有很多樱花盛开啊？大哥，大哥。啊，不好意思。没事。我是不是说错了什么，让你想起了不开心的事？没有，我想一个人出去走走。那我陪你去吧。不用了。很喜欢雪吗？这样走下去，一会儿你就会全身湿透，回家就可以不用洗澡了。啊！哎呦！哎呦！啊！哇！哎！呀！
有个洞啊！啊，这是天无绝人之路啊！所以讲冷静是没有用的，要睡觉才有用的。这是祖先保佑，我不用唱羽毛了。喂，蜘蛛大侠，同是天涯沦落人，小的初到贵境，你就放条生路吧，啊？喂，喂，我是最怕蜘蛛的，你快点走开好不好啊？老哥，你吃什么呢？蜘蛛。哦，好不好吃啊？是你把我吸到这个地方来的吧？啊？你怎么会到了天牢第九层啊？哦，这里是天牢第九层啊。我不知道，我是被人卖到宫里做太监的，跟着我就发现了一条地道，跟着我就掉到这儿来了。哦，是老李挖的地道，他跟你一样被卖进宫当太监的。老李啊，他逃出去了。不，刚才就在你手里啊。你，我每天运功，从通道中吸蜘蛛、老鼠、壁虎等食物，他在地道里也被我吸进来了。跟你一样，可是他运气差，摔死了。这么我不算运气差，我还算运气好的。哦，你更差。我不吃死人，只吸活人。哦、吸血？我贫血的。哦，内力。这么还好，我不会武功的。怎么，你一点武功也不会？老实说，如果我见到两个人走过来，我立刻掉头就走。如果一个人走过来，如果他不重的话，80斤我可以对付的。好，7年没见过一活人，一见一看就是一个一点武功都不会的笨蛋。你在这里住了7年了？20年了。老朱他每2年都要派一个高手进来，试试我武功有没有退步。最后这几年也就放弃了。你的内功这么厉害，你也走不出去？你往后面看看，铁什么神文武两不全，铁胆神猴这4个字你都念不全。铁胆神猴，当今皇叔天下武功第一的铁胆神猴。呸，天下第一不见得吧？这样又不是这样讲了。铁胆神猴是武林中打败天下无敌手，正同当年古三通也打败了，跟着关在天牢第九层，视为天下。这里不就是天牢第九层吗？啊，难道他就是古三通？啊，顾前辈，您大人有大量，大人不计小人过。我是永远不识泰山，您就当我是发疯了，当我什么都没有做过，什么都没有听过。我是被他打败了，输了半招。就是因为这半招，我被整整关了20年。败了半招吗？可以认输再重新再来吗？呸，半招是输，粉身碎骨也是输。古三通说过，输了就由朱铁胆任意处置，我绝不因为半招而反悔。那个时候他是凭着终生治不好的内伤硬借我古三通的金刚不坏神功，而用他的纯阳指指点我胸口，我是输了谋略，不是输了武功。我不太明白，我武功
功再高也只是个莽夫，而他是巾帼之才，懂得牺牲什么去换取什么。都不是很明白啊，有时候不明白也有不明白的幸福啊。我只是不明白，你这么大的本事，这块铁牌怎么可以挡得住你呢？不是铁牌，是承诺。一个不守承诺的男人根本不算男人。你承诺了什么？见牌如见人，有铁胆神猴这四个字的地方寸步不能进。这里是这个洞唯一的一个出口，见到这个铁牌你就不能出去。哎，你为什么不从这儿出去呢？那是狗洞，我古三通宁可再关20年也不要钻狗洞。而且我出去干什么？天下人都知道我输给了朱武士，我的武功只是天下第二。天下第二也不错呀。对我来说，不是天下第一就等于死。哇，那我这天下第88888那就是死定了。你不是。我根本就不会武功啊。你知道他们是谁吗？少林、峨眉、崆峒、昆仑、武当、华山、丐帮、魔教八大高手，每一个都被朱武士大败关了进来。朱武士故意要看我的功力有没有退步，想让他们再一次打垮我，羞辱我。可是我绝不允许自己再输，结果他们每一个人都被我的吸功大法把功力吸干，我一天比一天强大，而且学会了八大派的所有武功。你在这里武功再好也没有用啊。对，11年前我就想通了，老天有眼呐，今天把你送给了我。啊，要给我插羽毛？插什么羽毛？顾大侠，你是天下第二高手，就饶了我这个88888的高手吧，你放过我了。我不是要害你，只是要送点东西给你。生日礼物，我生日还没有到，到时你再送给我好不好啊？现在轮不到你挑。为什么这几天人人讲的话都一样啊？